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英国的小房子。哎呦，今天风还挺大。像这种，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这种连排的就叫 terrace。然后呢，像前面这种，就是它左右两户的，就叫左边是 semi detached， 右边也叫 semi detached。剩下的就是一栋一栋的，比如说那个只有一栋房子跟谁都不连着，它就叫独栋，就是国内的独栋 detached。 然后呢，像英国还有一种就是房子旁边它连着一点点，就稍微一点点旁边啊，就像这种就叫 detached link detached 都可以，因为它和旁边连上了。好，今天的普及就到这里，祝大家一天心情愉快，有个好心情。